我没有失言，我没有做错。白衬衫配牛仔裤，脸部表情配微笑曲线。民进党立委邱莹孤军上阵，说明赖群组失言风波。我的内心非常难过。什么时候我们高雄的招商变成要用赔税来完成？我不懂。而我这样质疑的时候，是我被猎污，我被丑化，我被抹黑。他所形容到什么样一个内容跟状态，并不是我原来的本意。负责任的政治人物要拿政绩牌，而不是抹黑牌。韩国瑜回应得很客气，但天天被绿营抹黑，连招商赔税说都遭到扭曲。邱莹在有191个成员的道明中学校友会赖群组上问：“你要你的老婆让韩国瑜睡一晚，当成是你提供工作机会的报酬吗？”极端用词挨轰失言，邱莹嘴还是很硬：“我没有失言，我没有做错，该被谴责的是韩国瑜。”不是邱毅，其实我被民进党要求大概没有1000次道歉，也有10000次道歉啊，每天叫我道歉，我已经快变成道歉先生了。卖菜郎自嘲快变成道歉先生，民进党出怪招抢救陈其迈，邱毅的浮选语言又辣又咸。还原韩国瑜最初说法根本没提到老婆陪睡，邱莹过度解读还四处放话，女立委何苦为难女人？记者董佑君、邵玉敏 SNG 小组嘉义高雄报道。